不行，我是小孩子，我吃亏。那这样吧，我让你两只手。好，来，来开始。哦哦哦！呀，我不跟你玩了，你欺负我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看你想吃啥？我想喝健力宝。健力宝两块。你这孩子真会挑，净挑贵的。可是我就带了一毛钱呀。那好吧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五爱果子多少钱一包啊？这啊，一毛一包。那我拿一包吧。给我吃一点呗。没有了，自己买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哎，别生气，给小孩计较啥？来，我请你吃南京板鸭吧，自己拿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等会儿就找你妈去。